就那天我正在巡站，然后有两个八旬的老人，他们正准备上电梯，两个老人上电梯没有站稳，马上就要摔倒的时候，我就瞬间看到了，碰到就把他们接住了，两个老人都没事，年龄很大了，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没有这种年轻的家属陪同，就担心他们又找不到路或者上电梯又不安全，我就把他们直接送上车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